This is a Hadi to Unrivaled Asura series.
眼睛学者会对他感兴趣，别让他逃离手掌心。在这无尽的痛苦中颤抖，我掌握着未来的天空。 就像不朽，就收了黑夜的一缕光线，给宇宙发出赞叹。就像阳光用缠绵热烈宣告着夏天，透过森林漫步在树荫之间。就像云层把日落揉成晚霞的碎片，洒落铺满了这片橘色海面。就像七月的夜晚，会聚成你眼中闪烁的光点。